金针花哈，是我们西部最早开的一个金针花。那这个台东七号的金针花哈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这里哈，大概有半公顷，有三万多株以上哈。那在母亲节左右会来盛开，会来满开。那金针花以前叫萱草，也是母亲花，所以我们欢迎全国的妈妈哈，跟她的家人一起来欢度我们的母亲节哦，来赏花。那也来顺游哈，我们的彰化发展地区，来跟我们观音佛祖哈来拜拜。那这里也有李子哈，可以买个李子回去尝尝。另外，我们还有一些顺游的景点啊，包括花坛、茉莉花、木香馆啊、顺达窑厂等等。那欢迎来这里欢度我们的母亲节哦，来我们彰化来旅游啊，欢迎大家来。举办这个记者会而已哦，现场已经看到这么多的花瓶了，太神奇了！好，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学起来。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趴，大家要大合唱来起跳哦，不可以只有拍手哦。有啊，我们现场好多可爱的。串联我们彰化的观光，吼，啊嘛，刚刚陈关注，吼，一直也有支持了，吼，啊，好让彰化观光也当顶高发展，让更多人来到彰化。啊，除了说欢迎。3、2、1，二零二四红山人金针花季在今天要正式登场。